跟爸爸坐。哎，爸，没拿到。建议啊，我这次打算跟梅梅一块回美国，去看房子。你想住哪儿？洛杉矶还是旧金山？你喜欢哪儿就买哪儿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怎么会没关系呢？一家三口就住一块儿啊。我说你能不能改改你这自以为是的毛病啊？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我要去美国了？啊，吃个饭也是，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我爱吃这菜了？你别什么事儿都强加在我身上，好不好？不就是有新欢了吗？ 没听懂。你们新来那江主任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我现在是单身，我跟谁好用不着向你汇报。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？没离婚的时候吵，现在离了婚了，你们还吵？不吵不吵，你让你妈闭嘴，我绝不再说话啊！二妹，你吃饭。血压控制怎么样？还是高。 老大，神经外科那边没人能过来，说他们今天有两个突发患者，说马上要上手术，人手不够。喂，啊，江主任，好，我马上过来，你们先准备。又要去忙啊？爸爸医院有重患，我得去一趟了啊。 你好好吃吧。慢点，你注意安全啊。妈，你吃饭吧。你知道我最讨厌急诊大夫什么吗？什么？他们随时可以走，只需要一个理由。有患者，你又不能问，又不能拦的，说走就走。 那你就别和他复婚了呀，大不了以后咱不找医生了。阿姨别担心啊，病人目前状况暂时不用开颅，可以保守治疗。那太好了。您是病人家属。 是，在那边医院都做了什么治疗？开了什么药？在我兜里呢。你
生说这是一种新药，吃血栓效果很好。这药盒我能留着。好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送 EICU。好。脱水降颅压，调整血压血糖，防止继续出血。好的。护士。怎么了？还记得那天在花园里我跟你说的那番话吗？假如你手上有一个患者活不了多久了，可是用了你给开的药加速了他的死亡，你有没有责任？当然有了，重要的是这药不能再用了。看来这药的问题并没有解决。小田，我让你准备这资料呢。哦，准备好了。你找一下啊。怎么又是溶栓剂的案子？启明医院一患者报辉瑞制药，说他们的溶栓剂可能出现了问题。本来这案子是我接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上午他又不告了。哦。哎，没事。你有文件。怎么啦？心情不好啊？局长，嘿，爸妈属虎，我也属虎。哎，那我跟你差不多。你也属虎？不够。有时间吗？我想跟你谈谈。怎么突然想到找我了？这个药是你们公司研发的吧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临床出过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可它最终还是通过了临床试验的。临床出现个案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昨天我们急诊室接诊了一个病人，就是吃了这个药之后发病的。当然我还没有来得及去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个药的问题。小琪，你的意思是在怀疑我吗？你是一个医生，你很清楚，从科学角度上来说，临床上没有一种药是绝对安全的，哪怕是临床使用了几十年的药，都有可能随着新的科学的发现而改变配方或者停用。你不能因为个案就否定这个药的疗效，毕竟它对大多数患者来说是有效的。我不是怀疑你，我是在怀疑你们所谓的科学考评的严谨性。我就问你一次，你真的不知道这药是有问题的吗？如果你告诉我你不知道，你不了解这个情况，那我就选择相信你。你在说什么？这药到底怎么了？如果只是个案那是正常的，你们为什么花那么大力气去摆平它呢？我摆平什么了？看来阿姨瞒了你很多事情啊，雨宁。就算你不是为了我，你为了你自己，为了阿姨，你都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。
溶栓剂确实有问题。赵主任，田护士长吗？哎，赵主任，您找我？啊，那个供应室反映你们最近丢过东西。丢东西啊？嗯。丢什么东西啊？什么手术包啊，缝合包啊，这麻醉药什么的。不会吧？是不是搞错了呀？妈，我想知道我们的药是怎么通过临床试验的。你这话问的，这药你是主要负责的，它的疗效你也是知道的。我指的是临床报告，在临床上究竟有多少失败的案例，比例多少？比例如果不符合标准，它能上市吗？你看过报告的，包括副作用的各项案例，你是知道的呀。您是不是一直在骗我？我为什么骗你啊？你最近特别奇怪，你看看，就这样，总是用那种怀疑的态度和口气来跟我说话，是受小琪的影响吗？你现在不相信我了，是吗？我这么辛苦把你们两个人培养出来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？我都这个年龄了，这么拼命是为了什么？我眼睛一闭，什么都给你们留下了。我为你们留下的，可能是你们几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我是为了谁啊？妈，对不起。我去找过小琪了。从他的态度，让我感觉你们不会再在一起了。我希望以后你把你的精力放在你的专业领域上。另外，公司其他的事儿你就不要过问。你们这钥匙平时就放在这儿啊？哦，这要是丢了东西，你们找谁去？万一出了什么错，责任也不能分清了吗？我们人手本来就紧张，大部分的时间还得配合工作，钥匙要不放到都能拿着的地方，会耽误很多时间。耽误时间？那你好好想一想，最近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呢？特殊的事儿？赵主任，咱们医院不是都装监控了吗？能不能把监控录像调出来看一看？不行，还是以自查为主吧。你要是调监控录像的话，你就得去麻烦保卫科。这种事情万一扩散出去，容易被动啊。再说了，你就算是查清楚了，搞得满城风雨，人人自危的，不好。怎么会人人自危呢？这事儿也不像是外人做的，对于医院内部的人，不要动不动就拿这种录像监控的手段来说话。好，那我们先自查，尽快查清，然后迅速告诉我。好，好吗？好。哎，这怎么会丢东西呢？不知道呀。找到什么事儿啊，梅律师？喝点什么吧。喝点什么？来杯咖啡吧。服务员，来杯美式，不加糖不加奶。好，稍等，谢谢。你好像对方总的喜好很了解吗？啊，咱们一起不是也见过几次面了吗？对方总也算熟悉。我记得方总说过，他喝咖啡不加糖不加奶。再说您经常教育我，要对人的喜好和个性铭记在心。我们是见过几次。
不过喝咖啡好像是第一次。你刚才是猜的吧？不过猜得挺准的。今儿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想谈谈溶栓剂的事儿。溶栓剂不是挺好的吗？都已经上市了，我还说要好好感谢你呢。哎，正好今儿过来，咱们合同的尾款。当初我接张立方这个案子，是因为你告诉我，溶栓剂已经通过了医疗鉴定。你之所以不想打官司，是因为不想惹上负面新闻。对啊，确实如此啊。可是我听说他现在上市之后，还是有不好的反应。没事，在你接张立方这个案子的时候，我已经跟你解释过，任何药都有它的副作用，个别案例永远存在的，对不对？赵部长退居二线了吧？是，他现在下来每天在家里练练字儿啊，养养花啊，时不时还去钓个鱼什么的，也倒是自得其乐的。那天我去医院跟雷雷聊天，我还跟他说呢，怎么不在他爸爸当值的时候给他捞个副院长当当？就算是我岳父退居二线，其实雷雷想当个副院长也是分分钟的事情，只不过他不愿意当而已。这个我相信，雷雷就是一个太单纯、没有野心的女人。就他现在当这个医务处的主任，都是我跟我岳父劝他老半天，他才愿意去的。还真是，在这一点上，他跟老何还挺像。医学院的高材生都是这样，自视清高，还很骄傲。你不是这样。怎么说说说到我了呢？还有别的什么事儿吗？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聊聊天儿。哦，如果你太忙的话，你先走啊，没事儿。行，正好最近公司事儿多，支票你收好。你先拿回去吧，咱们保持联络。也好。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此时给我打电话。好嘞。老大，你是不是怀疑什么呀？您指哪方面啊？溶栓剂呀？我很怀疑你。怀疑我？我有什么可怀疑的？方志军的老婆和岳父，你都了解吗？我刚才听你们聊到了，您是故意在说给我听的。聪明。什么情况？刘主任，血压还是低，升压要用到了最大剂量，液体量给了5000多毫升，尿量还不到400，昏迷状态。没有好转的迹象。用 CRRT 呢？能上 CRRT 当然好了，至少希望大一些。嗯，那我去和家属沟通。好的。刘主任，再找您呢。嗯。您看，就凑了1000多。这差得太远了。那可真没办法了，我跟大家说要救命呢，大家这才把饭钱都拿出来了。你跟我来。来，你也签字啊，在这儿。好。拿着这个到收费处，他们就会划账了。不过等你筹到钱了，务必把钱还回来啊！谢谢你们。
谢谢你们，你们真是救命的活菩萨呀！我给您跪下了。哎，起来，快去吧！啊，救命要紧。喂，哦，秦老师，好，我马上来啊。张莲，180毫克88胺，3毫升起泵。好，血压上来了，告诉我一下。行。请进。李主任是吧？我是梅律师。哦，你好。是王老师让我来的。请坐。王老师跟我说过了，说您需要服用溶栓剂患者的资料。是的，尤其是那些已经产生副作用的患者资料。哈，怎么这么多人需要这个资料呢？还有人在调查吗？有啊，刚才走了一个，是燕京大学国际医院急诊科的医生，姓江。江小琪。对，是这个名字。我儿子，男朋友叫阿姨。阿姨好，强强长得真帅呀、啊！今天没上学吗？哎呀，他们学校不知道搞什么活动，给他们放假了。哎，张琳，你马上下班了吧？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带带他？我那边患者太多了。没问题，刘主任，你去忙，给我。强强啊，那你在阿姨这儿要好好的待着啊。嗯，别乱跑，到时候妈妈来找你啊，别乱跑。谢了，你去忙啊。走，强强，你饿吗？有点。来。强强，你先坐这儿，阿姨给你拿酸奶喝，怎么样？好啊。哎，你不是要下班吗？怎么还没走呢？一会儿走。哟，是谁的孩子？刘主任的儿子，强强。强强叫文文阿姨。啊，文文阿姨好。哟，小帅哥呀。挺帅的啊。喝酸奶。告诉阿姨，你多大了啊？我8岁了。8岁了呀，哎呀，真乖。哎，下午干嘛去了？没想好呢。嗯，那行了，阿姨要走了啊。啊，走吧，拜拜啊，拜拜，再见。嗯，强强，你先跟阿姨休息，你想去哪儿？我带你出去玩去。哎呀，咱们去天文馆吧。不去。欢乐谷怎么样？也不去。动物园？不去。爸爸一直说要带我去动物园，可是一直都没去。除了爸爸，我不跟别人去动物园。你还挺难伺候。那咱们去哪儿啊？看看啊。哎呦，这酸奶挺好喝。哎，强强，你见过大钻石吗？嗯，没见过。我带你去看大钻石怎么样？感兴趣吗？有点感兴趣。我跟你去吧。就这么定了啊！阿姨去换衣服啊，你喝着等我啊。喝点什么？不喝了。你怎么有我的电话？这个很简单。知道有什么事儿？金一不知道你来找我吧？我没有跟他说。那就好。我们开诚布公。你是不是在调查溶栓剂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不用知道这个，你只要回答我是还是不是。你说话的语气很像一个法官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张立方这个案子的委托律师，应该算是辉瑞制药的人。建一告诉你的吗？他倒是什么都不瞒你啊。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。据我所知，你是辉瑞制药的股东，振兰是你的养母，对不对？你在调查我？我不想调查，我只是想知道一些事实。既然你是辉瑞的股东，辉瑞的利益就是你的利益，
为什么你还要调查溶栓剂？这个问题太私人了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原来没有，但是现在有了。我找你来是想听你说实话。实话？相信你掌握的一定不会比我多。江主任，我不是辉卫的朋友，我只不过之前接了他们一个案子而已。我今天来想跟你说实话，溶栓剂的确存在很大的问题。其实你是辉卫的股东，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个。我这样做已经是把自己置于一个危险的境地，但是从你的行为上，我解读出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辉卫的实际情况，所以你才调查溶栓剂，对不对？那好，我选择相信你。谢谢你的信任。那我们现在能开诚布公了吗？服务员，上杯咖啡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喂，啊，徐然啊，我在科里呢，下午没班，正准备去你们展厅呢。哦，这样啊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啊，嗯，好的，一会儿见，拜拜。哎，乔娜，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下班了，我今天白班。乔娜阿姨好。哎，强强，你怎么来玩了？你们认识啊？当然，乔娜阿姨经常去我们家，还给我买过大螃蟹呢。啊，你还记得呢？太好了，亲爱的，强强我都交给你了啊。你什么意思呀？刘主任这不忙吗？让我带一下强强。我刚才还说带他去看大钻石呢，结果徐然给我来了个电话，说要带我去另一个地方。哟，你们两个恋爱啦？哪有，今天才第一次约我呢，所以我总不能带着强强一起去吧。那有什么不能带着的，正好实习实习怎么带孩子。哪有第一次约会就实习带孩子的呀。我的好姐姐，你就帮帮我吧，你就牺牲一下自己，下午记得带她去看大钻石啊。我先走了，拜拜强强啊。哎，江玲，不靠谱的强强。咱们两个干嘛去呢？去欢乐谷好不好？不去，天文馆也不去，动物园也不去，就去看大钻石。好吧，乔娜阿姨带你去看大钻石，走。林文，哎，来，你过来一下。哦，副市长，什么事儿啊？上个月所有从供应室送来的东西怎么都是你签的字？我替吴亮签的。干嘛替他签？她怀孕不方便啊。这护士长还真自查呀。赵主任让咱们查，咱们就得查，查不出来不还是咱们大家的麻烦吗？哎，那上次张梅故意闹的事儿查了半天又怎么样了？还不是免了人家的医药费了事。你就知道整自己。哎，你看看，这就没签，而且回来多少也没写清楚。那天是我让吴亮去补的药，你正好看看急救车上的记录。乔大夫没说出去吧？没有。你也没说。我要说了，咱们可能这么速点？绝对不能说。现在吴亮的身体和情绪都受不了这个刺激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什么叫怕我受刺激啊？哦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文文，你撒谎。哎呀，真没事儿，我在门口我都听见了。
你有事骂我。对呀，亮亮，你别碰我。是因为，咱们科最近丢过东西，这赵主任让自查，所以你们怀疑是我偷的。吴亮，没有，你想什么呢？我们怎么可能会怀疑你呢？那为什么要背着我说？还说怕我受刺激？不是，你这不怀着孕呢吗？我们怕跟你说了，多心，然后心情又不好了。你说我们在一起认识多少年了，谁不了解谁啊？我们会怀疑你吗？怀疑你会吗？不信你问问护士长。当然不会了。等一下，我好像记得那天我去补药，钥匙就不在那儿。妈妈，哎，钥匙呢？可能是被那个其他护士拿走了，还没还回来呢。看来我拿着备用钥匙去的。我去的时候，我发现窗户也不关，钥匙也不开，真够粗心。我当时还在想，是哪个粗心鬼这么干事儿啊？是不是那天偷的东西啊？可是不对呀，那为什么要偷呢？那些也不值钱呢。哎，这么说，是有人拿了钥匙，开了柜子，然后把东西给拿走了。哎，对不起，护士长。干嘛慌慌张张的？我上厕所。这不是有厕所吗？因为他忘了拔钥匙，所以你进去的时候看见这钥匙在这只药品柜子上。早晚会查清楚的。如果查不清楚，你们就说是我偷的吧。反正我也无所谓了，活着也没什么意思。你看你又来了，什么叫活着也没意思？你可是马上要当妈妈的人了。不想当妈。吴亮，你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了，千万别再说这样的话了，知道吗？生的时候死了算了，反正活着也没什么意思。我知道你是病了才这样说的。我找精神科大夫问了产前抑郁症患者的感受，我特别心疼你。别害怕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还有我，还有张玲，还有咱们科所有的人，都会陪在你身边。还有你肚子两个孩子呀，他们会非常的可爱，非常的漂亮。你想想看啊，每次咱们科患者生了孩子，你都是第一时间抱着他们，你说你多喜欢孩子啊。而且你老公还有婆婆都那么的爱你，你多幸福啊。亮亮听话啊。哎，刘凯，哎，护士长，我想问问你，你什么事儿？啊，算了，没事，你忙吧。啊，哇，好大的钻石呀！百面美钻，真好看，是吧，强强？不好看。哎，刚才你还说好看，是你想来看钻石的，那你想干嘛？我上你们当了，根本不好看。强强阿姨，你喜欢看你自己看，我去玩去了。哎，你怎么想起一出是一出啊？那是你想看，我才带你过来的嘛。小祖宗，那边有吃的和喝的，你要点什么呀？我给你去拿。强强阿姨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
还我自己看着办吧。行，那你等着啊。您是大夫？对，我是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您是？我见过你，上次江大夫带你们来过。哦，对对，那您是？徐然的母亲。啊，阿姨你好。别喝这些了，我请你喝个咖啡。哎，那多不好意思呀。怎么不愿意跟我这个年龄的人聊一聊？当然不是了。那行，恭敬不如从命。儿子，我把你那个 iPad 上安了一个视频软件，只要想你的时候你说说话，咱俩能见得面。爸爸还想跟强强说话。儿子别生爸爸气啊，无论什么时候爸爸最疼的都是你。你骗人，你都不要我了。爸爸怎么能不要强强呢？你等我把我的事情料理完了就回来接你好不好？强强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我在看大钻石呢。大钻石？在哪儿看大钻石呢？妈妈把我交给了一个漂亮阿姨，漂亮阿姨又把我交给乔娜阿姨，乔娜阿姨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。乔娜阿姨呢？不见了。怎么不见了呢？不知道。那强强，你在原地别动，爸爸马上过来找你啊。哎呀，不要不要，我不要你过来找我，反正你也不知道我在哪儿。那强强，咱俩打个赌，如果我能找到你，你就理我，好不好？行吗？好吧。好，那我有两个要求啊。第一，你待在原地不要动。第二 ，iPad 别关，行吗？好。好，我一会儿就来。乔大夫。那个张玲是你们科的护士吧？对，长得漂亮吧？是够漂亮的，就是不知道脾气怎么样。当护士的脾气都好。啊，给我来杯白水。好的。知道他们家还有谁吗？哎呦，这个我还不太清楚。啊，那你们家都有谁啊？我爸妈在大连都退休了。独生女？对。哟，怎么了？呀，来，阿姨，起来。我奶奶怎么了？她刚才被食物噎住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处理好了。以后别让老人家一个人坐着。你看，我就上趟厕所的功夫，出了这么大问题，谢谢您啊。没事，客气了。奶奶，车到了，咱们赶紧走吧。您的水啊，谢谢。谢谢你啊。没事，谢谢了。下次小心点啊。奶奶，没事吧？瞧瞧。真棒。阿姨，您这吃的是什么药啊？啊，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身体老不舒服，再加上头疼，就是离不开药。您没去医院做什么系统的检查吗？啊，都检查过了，没检查出什么毛病来。您要是觉得总不舒服的话，还得引起重视。年纪啊，越来越大了，这有点病啊，也是正常的。这可不对，年纪大了呢，更该注意。您要是愿意，可以来医院找我。我可以去找你吗？当然可以。那你可别烦我。哪有大夫嫌病人烦的呀？自打我入这行，我爸妈就跟我说，一定得对病人好。按他们的老观念，
这大夫在什么年代都饿不死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病人才是大夫的衣食父母呀。有道理。妈妈，我再也不来看钻石了。呀，强强，不行，阿姨，我得先走了，我把刘主任的孩子还丢在展厅呢。哎，别着急啊。我知道了。哎呀，强强，对不起啊，阿姨把你给忘了。走，咱们回去吧。嗯，不行，我爸爸说了，我得在这等他，我不能跟别人走。你爸爸？你爸来了？强强。哎，杨主任。强强，你说你怎么能把他一个人放在这儿呢？哦，我刚才就到旁边去了。走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气道异物患者该如何进行急救。重度异物梗阻的患者会出现双手护住咽喉的 V 型手势，需要立刻从患者背部抱住他，双脚一前一后站好，调整好重心，进行蛤蟆立克腹部冲击，一手握成拳头放在患者的上腹部，另一只手从背后环住患者，并握紧自己的拳头，用力的方向是从下往上，从前往后。前十次的腹部冲击非常重要。当患者将异物咳出后，可以用双手轻轻拍打患者的胸骨，帮助他理顺呼吸，这样就完成了急救。转眼风云突变，昨天已成为过眼云烟，明天为何如此遥远？原以为人生路途遥远，谁知尽头已在眼眼前，恩怨情仇就此了断，生死离别不忍说再见。今天的分分秒秒都是对生命最严酷的考验，相依相伴都是对生命最深情的